是在那里哦，哦，难怪找不到。你要几包？我不用不用，我的应该都到了嘛。我的猪排也，我的一二三四五六，好，我就一样。不用三嘴，不用三嘴，你吃就好。哎呦，那么多。好，然后呢？用点修路酱油，跟我讲酱油你拿一罐给我，这个是我吃的修路，好，好，我先来吃。日本料理还是要配火烧米椒。猪排，之前的海胆拌面都没有了，那好像有结对吧？嗯，都没有，是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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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三个都是日本人种，那么小包都日本，那个那边名古屋的，嗯，名古屋就是那个以前我们去的那个啥，静冈隔壁的，嗯，那都有。三鬼是这样弄的，不知道，反正那包小小的一包这样，比较适合一人份的啊。你看，就是、一包等于一口的样子，感觉是一口的样子。一餐啦、啊，有些人只要沾一点点而已啊。哇，像我们台湾的烤沙米都一次用很多了，哦，一汤一汤匙不一样的。只有他们的是只有一小包这样。嗯对，我们的意思。
出来。你要吗？好。我们再找一下。好，这个。感觉没有像差不多，因为第我算是这算我早餐了、啊。那你这样吃觉得差不多？有点撑，就是说啊，没有胃没有开嘛。嗯。我会打喷嚏，会流鼻水，就差不多满了。你这个算是很严重的过敏，还是过敏的、啊？为什么会吃东西就这样？会打喷嚏，会流鼻水、啊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过敏嘛，它那个免疫系统的反应呢、啊？那你是这个是代表你免疫系统过强还是怎么样？比较强，它反正觉得异物进去，它就会反应了、啊，把那些空气带进去。那是失控还是怎么样？比较强，它反应会比较过度的，它不会识别嘛。那反正每个外来都是敌人呐、啊。那高雄这样很严重。啊，有了，在这里，难怪找不到了。你还要点吗？要看一下。我在点三样，你点三样，哦，什么三样？那个都是寿司的，握寿司的，握寿司的。还有芒果雪花冰。哦，我不吃了。还有鸡尾酒，这个时候是比较不适合的。够少，够少。
餐点。这比我多，多了几份。这昨天你怎么吃这么少？因为我点了好像好多都重复的。哦。然后就看起来重复的我就没有点。我有点撑了。你应该还吃得下，休息一下。你可以点这个味噌拉面，不过只有辣，辣的话就不行。不然你就点这个了，什么炸猪排、肉松丝，什么螃蟹什么。食盘吧。我吃了十盘，全新一二三四五六，七盘。这边一二三四五六，这个不算，这是花果秋葵。啊，秋葵不算，算七盘。那六盘。哦，你还有啦？啊，还有吗？六七盘。七算七盘。然后还有一个果汁酱。哦，八盘很多。哦。这样你的餐点都来了。对。哦。我感觉日本好像不喜欢吃日本料。他不喜欢，他都吃肉啊。他好像对这个日本料没兴趣。
上次你看他寿司就觉得他没兴趣、啊、他不喜欢，他就是纯粹肉类嘛。他为什么对这没兴趣？那个人的想法不知道。其实纯粹肉类好像也不是很好，也不是很好。Thank you.
快到了，什么时间？那个用餐时间一个小时啊。几点到几点？我们刚好像是两点多进来嘛。那现在然后一点多进来嘛，现在两点零三嘛。我有睡着。来叠一叠吧，我多了。其实它菜色没有很多，没有像以前这样多。而且应该是疫情有干扰到啊。什么菜色都觉得好少，好像都大部分都大同小异。就日本料理店也是这样子。没有说很多花样是吗？就是吃第二次了，因为我们第一次吃会比较新奇的。第一次吃，我觉得菜色比较多。台味增汤、蛤蜊味增汤，这个都炸的。炸的其实吃不下。你吃一盘就差不多了，之后你看你吃炸的就这样，对，差不多了，人选单独，四川类，这甜点冰类都吃不下。你按到了，所以我想你按到点餐了。哦，我操！已经按到什么力？这个你要取消了，你按到了。取消。旁边呢、啊？什么？在旁边呢、啊？下面呢、啊？不是那里吧、啊？取消。对，你按到了之后，就是手就放过去了。所以我想你看你现在。再吃一样好了。你说炸的，其实你吃一碗就差不多了。你看我都不你吃了，代表说那个很容易就饱了。你说炸类很容易就饱了，真的。啊，北极贝的，对，北极贝。北极贝是什么东西？就是北海道那边有种贝，那种贝它的脚是红红的，会跳。啊，你有吃过吗？
我昨天看电视知道的啊，我早给你看了，没机会了。那个，他会跳，还会用跳。他那个谁，观看记录，找那个总。自说自话的总裁啊，那他说那个背会跳，然后怎么样？你看嘛，我找给你看。北字背，北记的，北记背，他就是后来加拿大人把那个，因为北记背北海道这一点点嘛，后来他们从那个加拿大进口啊。好大一点。对啊，叫北记背啊，就昨天看那个电视的啊。他刺背是什么？不知道，叫北记背啊。大然后到大陆叫做北极贝啊，然后北海有一种叫做马，那个什么马贝啊，怎么那么多贝？但是对我找一下，那北海道就一点点而已，然后就从加拿大进口啊，加拿大那边比较多。我找给你，自说自话的种。来，这个自说自话总裁，我分享给你。那个妹妹在对象，哪个？对面的妹妹。我不知道了，我不知道了，不热。陈元勋。都给你，你慢慢看。最好吃的海怪。妹妹对你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对你笑。就北极贝啊，我就刚好昨天看到。欢迎来到财富之花的网站，传说在我们这颗蓝心上，只要进化出贝壳就会变成平等，而没有贝壳的动物们呢就疯狂的内卷，卷到几百万年前突然出现了一只会跟海的数字，然后放平下来就有一个新的。日本人很喜欢吃北极贝，今天好吃极品呢。来，海怪呀，最好吃的海怪，叫北极贝啊，它算海怪。好。说的要死。第一次吃北极贝。加拿大那边产量比较多，它靠近北极啊。它北海道有自己有，可是比较少。十一盘。日本人做生鱼片的以前是做两个这样，整块结冰的，那个鱼肉。寿司肉一库拉，一库拉，它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多少钱，一个是另外一个字义的一库拉。一库拉是什么？除了多少钱？然后它的重音不一样的地方，叫做一库拉，一库拉好像是。忘记了，要找找看。
寿司のいくら天然ネオキ。そして寿司の寿司のいくら。那个字我学过，因为它日本是很多的那个字一样，可是意思不一样，像哈那哈那嘛鼻子嘛，像那个黑的那个黑的。阿妹阿妹啊，糖果跟下雨，它字都一样，可是重音不一样，很多字都是这样子啊。好，结束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子了。有十。